哟，我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我们又见面了，一斗终于出来了。你秘密测试了零命一斗、两命一斗和六命一斗。说实在的，这个五命之前的一斗也就是正常 C 的强度，说强吧也不强，说弱吧也不弱，唯一改变一斗的命座就是这个六命了。但是前提是不管你几命，哪怕零命的一斗你也必须要佩戴专武。网上那些说精武赤骨能碰瓷这把武器的攻略千万不要听啊，如果你有钟离的话，赤骨这把武器还是可以用用的，没钟离根本不要想了。最后秘密要说的就是没一斗的专武千万别抽一斗。至于这个六命的一斗嘛，就是超越 T 零级别的存在了。为什么超越 T 零呢？这个你们就自己来看看吧。你秘密带来了12层满命一斗深渊6层连打的视频。我这个一斗的属性很垃圾，带专武小毕业水平都没有达到，因为这个圣遗物实在是太垃圾了。这样一来，我就是名副其实的荒龙天下第一斗了。八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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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说我不务正业，胡扯！本大爷是混混呀。混混的正业就是不务正业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八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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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黄龙天下第一斗，到此一游。八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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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，力气更大了。八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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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力气以前砸碎岩石应该不在话下吧，这样一来我就是名副其实的荒龙天下第一斗了。八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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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以后由本大爷来保护你了。八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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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风再大发型也不能乱，这是男人的底线。八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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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